依法该怎么做？我们这是法治国家嘛，是依法行政嘛，是对不对？依法，我不需要辞啊，就职那天就要辞，是是 是哦，选完还不必辞，是是是，就是520就职，你自己那个时候你必须要辞啊，哦、依法是这样子嘛啊。哦那我就想说依法是这样，我已经超越法律了、嗯、哼法律也没规定我需要请假、嗯、哼没有啊、嗯、哼对我 TBS 这个战情室也辞了，是中广的赵浩康时间也辞了，也不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也请假，也 不去管中广的事情了，那还不够吗？好吧，那你一定要跟我扯这东西，那我就问你，赖清德这个万里的房子该不该拆？赖清德万里的房子是不是违建？ 是啊，是违建，违建是不是违法呢？是。那赖清德的万里的违建，对不对？他不拆，违法的他不拆，我是合法的、合乎法律的叫我辞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在这边第一次讲哦。赖清德拆他万里的违建，我就辞中广董事长。你在不？你民进党怎么去证媒？你怎么去搞的？是 是，对不对？是是不听你话的就把人家干掉，是听你话的就给几亿、几十亿这样给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没有看到这些事情，都不去讲这个事情，你每天跟我这边中广董事长辞不辞辞不辞，如果我违法不需要逼我，我就会处理的，我没有违法你逼我也没用啊，而且你越逼我的个性嘿嘿，我就是不辞看你怎样，对不对？来吵来吵嘛，你 NCC 已经查半天了，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事情他早就动手了嘛。是 你也讲了一席很帅的话，你说侯友宜不像个国民党，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国民党、嗯、那怎么样让年轻人喜欢你们，这是一个重点嘛、嗯、然后再来就是你说了一个很酷的话，你说、啊、我自己也是离开国民党30年，对啊没错，你怎么样去讲这一段？我从民国82年离开国民党到现在不是说30年了，前年呢又回国民党。为什么我回国民党？是韩国瑜邀请我去选党主席，所以我回国民党是要改造国民党的，我也知道国民党成科很多、啊、当然是要改造啊，只是那时他们不给我选嘛，所以我回去没有所以我回去没有满一年没有资格技术背格。侯友宜为什么有些蓝军不喜欢他？就是侯友宜因为第一个他警察出身，警察本来就是行政中立，是是是，但是不要忘了、哦、民进党阿扁曾经找侯友宜去选嘉义县长他拒绝哦，又找他去选台中市长他也拒绝哦，又拉警察精英入党他也拒绝啊，满守他的怎么讲，他的警察身份，他的一个界限，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原则了、嗯。那侯友宜要赢也是不能只有蓝军支持啊，中间跟这个好吧，至少中间也要来支持嘛。侯友宜不是那么传统的国民党人啦，说实话了、哦、那我呢在国民党里面本来就是改革派哦，后来离开国民党，现在又想改造国民党，所以你们说不喜欢国民党，不喜欢国民党，喜欢国民党，说实话哈、哦，怪我们没什么道理啊，我跟他互补了。哦、譬如说因为他一向是警察嘛、uh-huh. 哦、然后这个警政署长，然后新北副市长市长，所以他的专长在这方面、uh-huh. 那我又做过议员啊，做过立委啊，做过环保署长，那是中央部会首长，又做过政治评论啊，所以基本上我的公共政策比较广，他的公共政策可能比较专，个性可能也互补吧。嗯，哦，他是比较循规蹈矩。那我就一向就是民意代表嘛，民意代表你知道就天马行空嘛，所以两个刚好可以互补哈、哦。省级也是互补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对他本省土生土长嘉义人，对我虽然是基隆出生，但是我父母从大陆来嘛，是，所以省级融合是最好的，我跟他是最好的融合嘛。因为你 NCC 的 NCC 委员。应该各党各派都有，嗯哼哼，那最好是都没党派，但是不可能啦，不可能。那既然不可能，我们就承认这个现实嘛，要不然就按照政党比例分配嘛，嗯哼哼，至少有不同的声音嘛。是，他现在不是啊，全部民进党，全部民进党。蔡英文很狠呐、啊，所有的这种委员会通通民进党，中选会通通民进党，党产会通通民进党 ，NCC 通通民进党，什么转型正义会通通民进党，连大法官都通通民进党。可以这样子吗？我是觉得都不好意思呢、哦、现在的台湾的总统跟古时候皇帝比起来、哦、有些权力比皇帝还大，皇帝还有御史大夫啊，还有早朝，对不对？每天5点去朝，蔡英文多爽啊，对不对？能够谁敢去讲他？也没有人，我们的御史大夫监委还是他提名的嘞。哦，那全世界实施总统制、哦、
都失败，只有一个国家大家说 还不错，美国。但是美国现在也不行了，那个制国家是比较稳定了、哦、日本大家喜欢日本啊，而且不能来个贼啊、哦、新加坡、哦、英国总统制就是说赢者全拿弄过来，对不对？那内阁制是说按照国会的席次、哦、你实力大你就声音大一点，权力大一点，你席次少你就权力少一点，声音小一点，而且呢对于少数、哦、比较有保障，就是说它多元了、啊，因为这个社会很多少数的声音还是很重要嘛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两种声音嘛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、哦、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、哦、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